哦，OK。
我感到客厅是沙发，最近他动不动就一直发脾气，还吵着要离婚，我快受不了了，如果继续这样对我，我真的会发疯。你不是一直说你老婆可能有小孩吗？我告诉过你了，俊杰他们开征信社，你去找他们调查，或许他们一查就晓得你老婆为什么跟你离婚了。我就是怕调查的结果，如果我老婆真的让我戴绿帽，我真的会受不了了。啊，你呀，真的对你的爱情很忠贞呢。你以为假装没看见就当没事啊？拜托你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？那再说了，那枝花是会爬墙的喇叭花哎。Thank you.
哎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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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。你不变，我就知道呀，兄弟。哦，无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没，伊爱食。
这本来是怎样的？怎样好不吃？这个本来是怎样的？你猜啦？我猜等于我不吃吗？肯定
就有东西。对呀，对呀，快点吧。你看。